不是？你们现在刚刚去夹车了。哇，俊杰来了。好，那你们出发。这不是吗？我帮你们雇车。啊、去哪要跑？骑回去啊、哦？对啊。哇。哎呀！哎呦！真赞真赞！哎呦！你们加油！俊杰已经回来了，超快的。志芳也回来了，淑如也回来了，新叶也回来了，队长也回来了，美美也回来了。感觉芋头很多，地瓜圆跟芋圆，对不对？芋头很多，我都可以吃到芋头颗粒。这个是糖水，是比例，而且我觉得整个口感就很像这个芋头。对啊，我觉得芋头比地瓜好吃。你有吃地瓜吗？哎呦，好会讲话。你上次不是煮你买的吗？对啊，我们去那个买的。不晓得，应该是你不会煮吧？为什么？比较软一点。地长跑去呢？他们做生意怎么可能就是放的料比例比厨房还多？对啊，所以因此做的好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很重。对，没有比较那个。那天在那边提的车，我们说的时候，我提的时候，我不觉得它很重。可以啦，可以，我觉得它是可以换的。哦，它是这样摆进去。可以啦，它是摆进去，可以再拱。对啊，可以啦，它不用摆进去。你就给它单螺丝的那个就是送给它。那把剑不在。对啊，接一块换。拜拜，俊杰要出发。哦，大灯。对，开大灯。哎，你刚刚后面不是后灯？后面还有一个灯。拜拜。